演的是帝君，我的帝君。雅轩是我们俩的儿子，父君母亲，长得多像妈。我扮演的是逍遥丽，仙剑。我扮演李逍遥，纯粹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总导演吴彤，他的梦想希望有个人能扮演。那我呢，巨型版的赵灵儿。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仙侠队。飘出去的吗？飘过去。唐嫣、林更新、杨迪、唐艺昕、任嘉伦，化身仙侠人物，重启经典剧中的难忘记忆。我是紫萱，真正角色的本尊，我们都是假的。大家好，我是艺昕，扮演的是大家都知道的集才华、美貌、武功与法力一身的性仙民女。谁？某个仙女。我实在不知道我扮的是谁，节目组给了我这身衣服我就穿了。我啥也不是，都行。我是这对除了糖糖知道自个儿是谁之外，其他都是来混的。众仙下凡，盛况空前。今天呢，大家会经历几轮的比拼，每轮比拼结束之后，会根据输赢的情况分配给两队不同数量的三生石的碎片，再由你们每队自行商量分配到个人。哇，大家要尽力得到最少的三生石碎片，最后手上留最多三生石碎片那个人会经历终极劫难。被雷劈，仙侠里面经常被雷劈。这个石头说白了就相当于我们器官里面的结石，越少越好。你这比喻也太差了吧，结石。同时全场会放置四个香炉，趁队友不备可以随时往里丢三生石碎片，减轻自己的危险。但是最后如果整队投放数量多的那队将会整队接受终极劫难。哦，还不能太自私。对，你又要保证自己不是那个最多的，又要保证全队比对方少。哇，好难，很难，天哪。来，我们请王牌女郎狒狒分发一下起步的五颗三生石碎片。来，我们抓吧。哦，我们是粉色。揣兜里，揣兜里。一人五个。五颗。王牌家族这边是蓝色的啊。你哥，你的石头我怎么能要？三生石已经分配完毕了，眼前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投放三生石的香炉。我看怎么放，先学一下，因为我这不有一窟窿吗？哦，直接往这里投就行。啊、好嘞，没有，往里投。哎，声好大的声，嗯，两声。这里面是不是有激光啊？把我碎石了。谁刚投了吗？鹏哥呀，除了他奸懒馋滑的想害我们仨，我们今天这期信任一下行吗？这个家庭让你照顾的。还有锦囊，王牌家族先选，随便选，看看我们的运气。哎呀哎呀，漂亮，是亮吗？是的呀。哦，哎呦，哇，紧急集合。怎么办？快过来，你别换。所以现在王牌队的得分是400分，题都没这么多题，现写的吧？别给我们抠掉了，快点，快点，快点！什么什么什么？亲爱的朋友们，啊！什么什么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互换比分。仙侠队400-2获胜。耶、无论是答题的实力还是抽签的运气，今年第六季我们简直感觉好像开了挂一样，开了挂一样，开了挂一样。谢谢。没有了，没有了，我不知道啊，我想扔。
我看我们的队没有人扔的，我得扔了。何必呢？何必几百几百的弄呢？这个侮辱我们到这个地步了，我们王牌家族最经得住的就是侮辱。所以这轮最终的比分是王牌家族2-1获胜。我先告诉一下所有人，目前我们的四个香炉当中已经出现了15颗三生石的碎片。太阴险了你们。天哪，就你。我一直在投入在游戏之中。他说是15颗什么意思？他拿出去了。你还给他解释，他刚认罪多。我没有认罪多，我肯定不是最多的，就悄悄先扔一颗。干嘛呢？没干啥。我丢完这颗就不丢了。香炉里面有15个碎片，就扔石头了。我的，哎，我的石头呢？我怎么变到10几个了？感觉，哎，这就是你的。但是这怎么变这么多了？这是花花的呀、啊。我以为是他们的兜子呢。四个字，前两个字是。哎，往那里放点。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这一轮三生石碎片的一个分配，请王牌女郎狒狒拿上我们的三生石碎片。因为王牌家族获胜，所以将会拿到10个碎片。好的。仙侠队15个碎片，你们自己去决定顺序，每个人可以告诉大家我去拿了几个，但可以新手不一。那我可做不到。如果都没拿呢？都没拿，最后那个人必须拿完啊。啊！王牌家族谁第一个去？花花，花花来吧！我去啊！你那可是花花的呀！你可以告诉大家你想拿几颗？哎呀，这一把抓太多了，花花，别让人发现了，花花。花花拿了几颗呀？大概？我一般都是比较平均的拿，那就是2.5上下。对，一切都是为了家族。靠谱的年轻人，去吧，小童。小童，一切都要为了家族啊。好吧。小童也是为了家族拿，对不对？基本上拿平均数是吧？我差不多平均数吧。我拿完了。我去拿吧，我去拿哥，我去拿。哥，我喊你一声哥白喊的吗？啊，你别往前冲了。你喊我一声哥，你就应该尊重哥呀。给我先拿。哎，玲哎，好自为之。我这么说吧，哥，你都不用来了，是吧？你就不用拿也没用。我是不是腰上这袋子有点小了？最后一个人必须拿完，你就把那个顶一起装包里就行了。哥哥，拿不动的话。我非常满意，居然比10颗少了1颗，真棒！哇，好大一把，一只手都捏不下。谢谢，真的没白合作这么多期，谢谢。哥，你的腰带都撑不住那个。腾哥走过来，整个人明显往左边侧弯。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到仙侠队了啊，你们也看到了，最后一个去拿的。一定会背负着更多的东西。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刚才腾哥拿的都不止10个。你们不仅没拿，还往里扔是吗？可以这样啊？他们可以这样，我们最好别这样。谁第一个？那我先来吧。行。对啊，我们每人3颗嘛，我们15颗刚刚好。靠谱，去吧。让全国的观众看看，这个人是有多么的心口不一。动静不小。好，小西拿完了，沉甸甸的荷包是不是？
第二个是谁？上上上，没事，一人三颗。啊，是的，是的，那你最后啊。我很相信你们。哎呀，我拿了一把，讲义气吧。你那一把抓米都抓不下，你那个十把。第三位，糖糖来，糖糖来。没事儿，不要心理压力，你们都临时搭起来的班子，我们这组合这么多年了，我是什么下场啊？糖糖回来了，嘉伦和杨迪谁是最后一个？谁输的谁最后？哎，迪哥，你刚刚不说最后了，现在就不想最后了。没事没事没事，行，那我去了。看一下，剪刀石头布，那我去了。这我就拿三颗。迪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如果按照你们之前的约定，应该还有六颗。六颗，怎么样，迪迪子？我想问一下前面的朋友拿了吗？哎喂，哎喂，拿了，一人三颗。迪哥，你问出这句话来，你要替我分担一些啊。我就拿两颗，最后的全是嘉伦的。你看清楚前面的人了哈。我们不愧是新组在一起的队伍，已经散了。哎呦，感动了，给咱留了这么多。啊，刚刚腾哥怎么走的来着？哎呦我这，没给你留那么多。再跟所有人强调一下，最后口袋里面三生石碎片最多的那一个个体，以及放到我们香炉里数量最多的群体，都会受到终极的惩罚。各有小心思，没关系，后面还会有更多的三生石碎片出现在你们面前。一轮，我在想任务人。那我就把我刚才抓的这三个都扔进去了。呀！提醒我，我还没来得及扔呢。你会不会担心你们整队的三生石太多了呢？不担心，因为我们队他们没有什么石头，石头都在我这儿呢。我还剩四颗，那我今儿扔了六颗。在开始游戏之前呢，我们先分配一下上一轮的三生石碎片。目前场外的四个香炉当中，已经出现了二四片三生石碎片，而且两队投放的碎片数量一致。杨迪的兜里就剩一个手了，别瞎说。好，接下来我们开始三生石碎片的一个分配。因为上一轮两队打平，所以现在两个香炉里面分别有25颗三生石碎片。仙侠队先来，每个人5颗，5×5=25。刚才谁最后抽的，谁先来？特公平，你上。这就同意了，肯定同意啊，因为我第二个抽。提醒一下，颗数最多的个人将受到终极惩罚。好，下一个是杨迪。杨迪是每人五颗这个理念的发起者。救命啊！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你五颗后面怎么多了一个动作？五颗，我第五颗的时候顺手多带了一颗放回去啊。第三位是一心花的时间比别人都长一些，是往里放五颗。哎呀，挺沉的，你都飘起来了，袋儿都挺沉的。卡糖来，真棒。不属于自己的绝不多拿，属于自己的，拿不动。好，躺躺结束，剩下的全部都是小心的。林更新就别看了，一兜装得了。是不是啊，
不是，我不确定这一个袋儿能装下那么多吗？两把，三把，感觉确实不少。没事儿，林更新有体力。哎呀呀！王牌家族什么策略？我们商量好了已经。你去几个？一共就四个。你怎么这么省？我让你去了三个。我怎么那么多呀？我有十个。你还有几个呀？我还有四个。你一共几个？我没有。哎，我牛逼！我脸够胖的。一共25个。腾哥现在都是得四个是吧？四个，拿七个吧，七个11个，我直接拿11个，拿1个11个是吧？你呢？四个，剩下的你拿吧。商量好了。商量完了，随便拿了就。帝君呐！嗯，好。让我拿了啊。可以了，可以了。我都拿完了。妹妹，你也长大了，王牌家族你也该承担点什么了。太走了。人太多，我们就输了。抓到了！不，我给你分点，往我这放，往我这放。其实不多，我刚过来的路上像放鞭炮一样，那声儿太重了，设计的不够科学，你知道吗？我光是这么看，我都觉得完了。哎，别再，你别动了啊！你不要再动了。哎，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放多少。对，他们反而平均分了，他们反而赢。你相信我，我们这会儿把所有的平均分一下，我们还有点胜算。你给我来俩，真的，我放我这儿。我七个比你多吗？当然比我多啊，我才少呢。好，这些给你，你也不用看，也不要问。你最好别扔了。我不多了，因为你差不多了。可以了，要命了，自保啊。每个人必须清楚自己的包里一共有多少三生石的碎片，最后口袋里三生石碎片最多的那个人和放出三生石碎片最多的整队都将接受终极惩罚。你多少吗？你超过5颗吗？你有几颗？我跟他一样，我本来比他多，我刚刚扔了2颗。你们两位，你呢？十几颗出头吧。哦，十几颗啊？对。那你给他们一人先分3颗。来，你要真的要？刚开始扔太狠了，真的给他们一点。就别往箱子里扔了呗。对，先别扔了，我们先留点儿。嗯。哦。数量是多的，所以我要扔几颗。我这里有5颗，其实是玲姐跟腾哥两个人塞给我的。要不我把它捐了吧？哎，我丢了1个。那我丢3个。你丢3个，那我跟银仙子，我们俩都稍微少一点。又有结果了哈，咱们这边15颗，仙雅队10颗，这轮怎么分配？我们都无所谓，拿回来以后我们自己分配，而且我们最后可能就是推出一个人，保其他的人。推出的那个人是背锅，我们的背锅侠。看到没，这团结劲儿。他同意吗？不管。腾哥第一个拿。去吧。
这声哥哥难道白叫了吗？难道我们三人错付了吗？哇，这么多！哥哥，我们还用去吗？去吧。还得去。第二个谁？咱俩一起去。好，那我呢？侠女，你最后背锅侠。你们互相看吗？还要你俩？我俩没事。对不起了，小童。拿这么多呀？再拿一点吧。行，当妹妹吧。行，就这么一个妹妹。真往里放。天哪！我的天哪，这什么玩意儿？这比15个还要多吧？背锅侠，贾玲把肾都放里了。现在有19个。都是你的。接下来仙侠队开始你们的分配，一人两颗，不说了。两颗。两颗也不用那么久吧。真是告诉你，一人两颗，这个时候别使诈了，就已经尾声了。谭元锦上来。哇。哇哦！哇哦！不会超过10颗了吧？超过10颗，多的每一颗塞到林更新的鼻孔里。啊，糖糖放好了。什么情况？应该还是有6颗。有吗？刚那下有吗？手上无实物表演吗？我有。4颗是不是？嘉伦这个回眸的眼神意味深长。放东西了吗？放了哈。快哭快哭，杨迪快哭。天哪，他们成长了。你看看这个，这边没想到你们属于萍水相逢，也能如此相亲相爱，产生了感情，我们彼此。接下来我们换成看不见内容的香炉，每人拥有最后一次路过香炉把自己的碎片放进去的机会。那不能再放了。不能再放了。来，我们商量商量吧。商量商量。来这样吧，我再放几颗，我现在有一点点多。没事儿，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可能会赢。你的放的已经够多了，你至少放了10000颗了。刚刚他在扔的时候，我从远处走过去，我以为那边在放鞭炮。一串，不能扔了。哇塞，他们都坐下了。我们四个人一起来数一数。这是你们三个人的，啊，这是我的，三个人的没你多。小童，你发了。发。再扔3个进去。不扔。一人10个。一人10个，万一全军覆没怎么办啊？咱这样好不好，哥你定一下，咱是豁出去他保咱仨，还是咱俩老人了，那肯定他俩其中一个。你一人背呗，看能不能放下。那他铁输啊。那你们赢了。舍小赢大什么，行。来，1、2、3，加油。我应该参与进来吗？1、2、3，加油。战术已经决定完毕了啊，接下来还有没有人想要把自己的三生石碎片放入香炉当中？请。那儿有一坨玄铁吗？我们暴露什么了吗？声有点大，就没暴露什么。来，我帮你护着点，免得你看啊，你自己做决定，不让看，免得。一代侠女关晓彤。好。来，小宋，我们来帮大家验证一下，你拿粉的，我拿蓝的，好不好？我们放台面上，一个来，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六个。要是我们舍了小童，还输了的话，是输了又输了人品呢。二五二六七二八，好，现在箱子里只剩下最后一种颜色的石头了，那就可能是我们了。我也觉得是我们，不会是我多放进去那一个吧？来。小宋接着拿几块、小宋接着拿几块、二九三三三四，差六颗，六颗，哎，就是你那一把、哎，咱谁也别说谁，因为那一把我拿了二十多个，也是，多悬，小偷，你扔那一颗，给我们吓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每个个体现在荷包里还有多少碎片，有没有人比过这一兜子的？他厉害，比不了，害怕。杨迪展示一下多少颗。八颗，嘉伦多少颗？八颗，我也八颗。哎，你们好有默契哦。我六颗，一心是六颗，十个。腾哥几个？我们仨一百七呗，来吧，一百七，没得。你们先考虑一下最后那个人的感受好不好？小童是三位数吗？一百多个是吧？我是四十二个。今天最终的获胜方式，王牌家族没有小童。我该告诉王牌家族没有小童，谁不谁疯了？